为同修，前翻开经本389页，第四行开始，我先把经文念一段。又善男子，受印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，心爱长寿，幸福延积，贪求永岁，气分断生，顿息变异，气象常住。从这开始，这是祥音，前面已经破出色受这两音呢，现在是祥音。那么祥音前面呢，九种已经释迦牟尼佛已经把那些境界说过了。那么刚才念的这一段呢，是第十种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入定的人，他想求的长寿，那么你一求长寿啊，有这么一个念头出现的时候，那么正好那个天魔啊，就来找到机会了。他就来捉魔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佛呢就跟前面每一段开始就是说一样的，又善男子，受印虚妙。那么善男子就是在那个修定功的人，他前面在这个色印受印呢，这两种都已经通过了通过了之后没有招魔，所以啊，那么受印虚妙，得到虚妙的这种境界。那么因此不造邪律啊，他的这个没有遭遇到邪魔的那种来教他那些讲法，所以不遭邪律。那是他这个入定用功啊，还是如法的在用功，因此原定发明啊，原定发明就是在这个响应这个阶段修的定功的。那么这个就可是在这个时候啊，三摩地中，正是在这个前面已经经过祥云，已经经过九种境界了，现在第十个了。那么就在这个阶段呢，他修的圆定啊，在这个正三摩地，就是正定啊，就是正在修的这个正定的时候啊，心爱长寿，忽然心里起了个念头，这个念头什么呢？就想得到一个长寿，心爱长寿呢，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，人的寿命啊，这个一口气不来的话，这个人生就没有了。我们人是生命是脆弱的啊。四十二章经里边，佛告诉学佛的人说：“人命在呼吸间。”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。这还不算，那么你学佛是无论哪一种普通法门的，无论哪一种啊，你要是这个出六道，
了脱这个一个分段生死的话，不是这一生能够办得到的。那么因此呢，他这个善男子啊，在这个程度修这个圆殿法门三摩地中啊，忽然想到，假如这个定还没修成功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个人生就没有了。人生没有的话，我这个定功没修成啊，那前功尽弃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想到，想求一个方法了，能够使这个生命延长，延长到的这个一直使他定功修成就了，那么这个才保险了。所以他这个心爱长寿，起了这个念头，心爱长寿就想要得这个长寿，就想要想出种种的方法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得长寿呢？下面他就研究了，辛苦研究，贪求永岁。他就不辞种种的辛苦来研究，即就是说有一种学问，从粗浅的来研究，研究到最微细的这个那种程度，叫做研机呀。这就中国的学问来讲啊，孔子在这个《周易·系辞传》里面就说，要知机呀。研究知机的时候，机什么叫做机呢？机者动之微呀，机是心里呀微微的一动，心里不动的话，那谈不上是机。心里微微一动的时候，开始微微动了，叫做动机。那么这就是机。他这里研究什么？研究研究自己的心理，研究什么心理呢？他这个入定的人呢，这个他现在还是在响应这个阶段，色受想行识吧，色应是物质的，是这个生理身体上。受想行识，这是四啊，四因就是心理。所以研究研究这个心理呀，属于哪一种心理呢？研究这个响应这个心理，把这个心理研究的这个由粗浅研究到微细的这个。一直往里边研究，他就希望把这个研究研究一个结果出来，借着这个研究得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了，能够达成他的这个长寿的这种目的。所以说他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贪求永岁呀。永岁是永恒的年岁啊，就永久的活下去。为什么他就永恒的就活下去呢？成一尊佛要三大无生寂劫，这个当然他知道，他求一个永恒的那个活下去啊，那么这样就是一生，这一生就能够成佛，证到佛果，他有这个想法。永久的活下去，得到永岁，
那么他也知道人的寿命在这个六道中生，我们人道的寿命呢不过几十年，寿命长的是一百岁或者是更多一点，总都是一百岁上下了，这是长寿了。那么这个在六道里的众生啊，虽然是各道里众生的这个寿命不相同的啊，那地狱道人哪个寿命长啊，但是人天道的众生也寿命也长，我们人道众生就是很短的，那畜生道也更短，还有那不一定。那么就这个人道众生来讲，是人在这六道之内，六道之内有生就有死啊，这一生死了，这个这从生到死亡这一个段落，这是这个这是人生的这个阶段，这个段落。再讲人呢，人有人的身体，人的心体，这个普通讲嘛，某某人的身段啊，这就断了，包括他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这一个时段。他的身体有形状的这个身段，这叫做断了。六道里的众生，你无论在哪一道，这一道死了，转身到另外一段一道里面，这一道里你是这个身段，这一道的这个寿命这样的时段，到另外一道里面又是一种这个身体。又他的寿命又有一个时段，或者又是不同的，这叫做分段生死啊。这个分段生死，人道的不必说寿命很短，就是到天道，天道到最高的那个天呐、啊，那个寿命最终还是有死的时候。那么要想在这一生能够证到佛果，能够达成这一个目的啊，当然难。所以他说系分段生啊，分段在六道里轮回生死的这个分段生死啊，分段生就是分段生死，把这个在六道中的分段生死啊弃掉啊，把它这个抛弃掉，抛弃掉，然后得到什么样子呢？顿息这个变异那就可以永生了。为什么呢？六道里边的分段生死啊，它既是有时间的这个一段一段的分得很清楚，身体方面有形的有形段，有时段有形段，那么要是把这个把它弃掉了，把它抛弃掉了以后啊，得了这个变异啊，变异是六道以外了，出了六道了，那就是三界呀、三界也就是六道啊，三界就天来讲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那么这个。分段生死是三界以内的，有形状的这个生死。我说一般人讲死什么呢？就是身体不能动了，身体死掉了，不没有活不能活动了，这叫死啊。那个身是离开身体以后是没有好久，身体就腐烂了。
这叫死啊。那个精神，那个受想行识那个组合起来那个那种精神，它又到另外一道去了。其实有，无论在哪一道都有这个形身体，有这个形状的话，有生死，这是，凡是有形状就不能维持长久的。能够维持长久是什么亏呢？没有这个身体。他这个再要这个补充说一下，不是说没有身体就能永久了，那个司空天也没有身体啊。但是他这个他的观念里面还是有相的。那么这个变异生死是什么呢？变异生死啊，粗浅的讲，超出三界，没有了这个分段的这个生死，这个身体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出了三界的时候啊，跟那个无色界天是不同的。无色界天虽然是也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形状啊，可是他这个那个迷惑颠倒的那种这个五执法执那个满满的啊，他还是没有超越这个六道的分段生死的。变异生死，基本的说他是超出这个六道的有形状的这个身体不要了，可是他这个境界上面呢，他这个我执没有了。我执没有的话，这个我执也还有浅有深的 还是一步一步的，就是在这由浅入深的境界一层一层提升，所以它的变异啊，变异什么叫变异呢？它虽然是这个没有这个不需要身体了，它这个境界呀，也跟这个四空天的那个有五执的那个不同，它这个没有五执了，没有五执，可是它是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它的还是慢慢转变到最高层次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在这个发大心呐、这个修成佛果，这个是变异生死。了了分段生死，然后才能够得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没有了脱的话，变异生死得不到的。那么分段生死怎么离开呢？这就是要把自己的迷惑颠倒这些个活了，把它断除干净了才行。这个活呢，有这个在这个六道里面有分段生死，这个活就是有见活、思活。见活有88品啊，基本的这个活就是贪嗔痴慢疑、贪求心、嗔恨心、愚痴、傲慢啊，还有这个疑、怀疑的疑惑，就无动啦。然后就是这个邪知邪见的那个，又再分开来，邪知邪见了叫恶见，恶劣的见解，一共再分成五种。首要的就是身见，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，很多啊，这一共有十种分开来啊，仔细分开来有。在三界来讲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来讲，
一共有八十八品，要把这个八十八品要断的话，独生独解的修行啊，这个修行是在知见方面的，彻底了解这些个活啊要不得的，要那个要破除的，经过多生多界的修持，这样的这个研究，到最后这一生遇到佛了啊，或者遇到这个法身大士的这个菩萨了，给他一说法，遇到这个因缘呢，他这一生一次就断除，一次就把这八十八品见惑断除，这个见惑叫做见到，见到了道了，一次断。那么一次断了之后，他以前已经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了，今这一生是因缘成熟，遇到这个佛，那么一次就是断除，剩下还有四惑。四惑什么呢？四惑有贪嗔痴慢这四种，欲界这个贪嗔痴慢是这四种是完全的，到这个色界呢，无色界的这二界，它是贪痴慢嗔恨心没有了，贪痴慢一共有十种，十种分开来欲界呀，这个四惑有九品，然后色界无色界一共有八个这个境界，有四层天了，色界有四层天，无色界有四层天，八个境界了，欲界就把它六欲天把它都当成一个境界算，一共九个，叫三界九谛。九谛的时候啊，九九八十一品，那算起来可麻烦了。基本的要记住，欲界的要断这个贪嗔痴慢，分成九品。分成九品不是这一生就能够。就能断除啊，你证了出国之后，在人家先断了这个，断了前六品，然后还有三品，三品断了以后证到这个就证到断了前六品的证到二果了，还有后面三品，那么再到欲界再来一次，把后边三品断除了，那就证到这个色界天那个无不换天去了。这样仔细分析可麻烦了。各位啊，我跟你说，干脆不要记这些东西。你要研究这研究学问的研究些可麻烦了。你就记住贪嗔痴慢这个四种啊，在这个三界呀，全部断完了，断这个四惑，四惑什么？四惑修道断，那个这个见惑是见道断的，四惑是修道，你这一生是全部的力量在这个修啊，修这个贪嗔痴慢，把这个贪心把它断除啊，断除几分之几，你再功夫再往上进一步。把这个贪嗔痴慢三界贪嗔痴慢这个修的功夫都修到家了，这个八十一品全部断除干净了，就是超出六道了，就出了三界了，出了三界就是，那么这个没有贪嗔痴啊，不贪这个身体了，不贪一切的这个东西了，所以他就是能够三界之外，三界还有生死啊，那叫变异生死。那个变异生死啊，可以这个
永岁了，自己要活多久就活多久。他为什么还要变异呢？就借着这个变异生死啊，在渐渐慢慢转一层，就是他这个功夫又进一步，一个成佛，变异生死才了。了之后，那全部就证到佛果了。懂得这个断见思惑完了以后，把这个分断生死才能了脱了。那么这个就知道了，见惑经过多生多劫修持，这一生一次断，断了见惑，证了出果，然后证二果、三果，最后证了这个四果罗汉。那么这个把这个思惑要断的话，现在人家下苦功夫来修啊，修人命，这个寿命到了升到天上，天上再继续修，天上修的寿命又到了，又在人家来，这天上人家七番生死，他把四惑断干净，就证到四果罗汉，这个弃了分断生死解决了，然后才得了变异生死啊。那个要用功夫的，那个见思惑那个不断的话，你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六道呢？嗯。不是我想啊，我想马上就离开，马上就给你功夫，你一下能够把这四货断掉就可以了，断不掉现在不行，别说四货，那个见货都断不了呢。见货这个身见，谁能看得破这个身体，把这个身体不要执着这个身体了，谁能办得到啊？所以他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？气分断生啊，想把这分断生一下子很快就把它抛弃掉了，不要这个分断生死了。而蹲这个蹲字，他想蹲的马上就能够顿息啊，马上就希望得到一个变异生死。好像这个说的很轻松的，这个分断生死马上不要了，我马上就得了变异生死了，那有这么容易呢？就是这样的话，他就招了魔了。他想气分断生，顿息很快就希望能得到变异啊，变异这个生死啊。变异生什么呢？是细相。分断身体生死，这个身体非常粗浅的。我们身体多么，你比如说一个年幼的和小孩也好，到这个少年、青年、壮年，一直到老年，身体都是粗劣不堪的呀。人家说这个，哪是年轻的小孩子好看？年纪这个青少年很美，美在哪里呀？非常粗劣的。把这个粗劣身呢，得了个变异身，就是稀了。把粗相呢，把它抛弃掉，就变成这个细相了。细相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粗劣的身体没有啊，粗劣的身体你每天不洗脸不洗澡，这个身体就是自己就感觉到是厌烦了，这是要不得了。经过每天这样洗，这样的话还是不会洗的。第一得把这个分断生死解决了以后，得了变异了是细相，细相可以常住，那就是得了这个永岁了。长久的住在世间呢，那就可以继续这样修，这个一生就借着这个长久住世的这个生命呢，他能这个一生就能成佛。他希望得到这样的好的一个效果。那么他这个想法是不错的，希望一生就能够成。
成佛了，但是事实上做佛没那么容易。你他想勉强的想做佛，这就招魔了。一生成佛有没有呢？有啊，那释迦牟尼佛那是太慈悲了，是开一个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是二力啊，不是自己专门用功夫啊，自己在念佛，在接着阿弥陀佛那个洪名，阿弥陀佛他因地发的这个大愿，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的，我们本身的这个念佛的愿力，两种力量啊，功夫好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呢、啊，当然你这个可以断这个见思惑，见思惑得一心不乱就是断见思惑，那真正一心不乱，那就出六道。我们现在一般人没有这个功夫啊，得个相似的一心不乱，这就是学儒老人呢、啊，在过去讲经常常讲的。相似的一心不乱念得很熟，你起念你在做事情是在做事，不做事情有空暇的时候啊，或者遇到任何的这个特殊的状况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就是佛号出现了，这就念得熟啊，念得熟你就把那些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见惑思惑你都能够扶得住，扶得住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心不起颠倒啊，因为你这个平常有这个功夫，到临命终的那些贪嗔痴慢疑不起来，你心就不会有颠倒的。平常功夫不好，常常起现行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又会颠倒心了。平常有功夫好，到临命终不起颠倒心的话，就感应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往生到极还是普通的啊，我们见思惑没有断呢、啊。一到极乐世界呢，他这里讲贪求永随呀、啊，到极乐世界不必贪求，自然就是永随了。一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普通人呢、啊，到极乐世界呀、啊，见思惑是一品都没断的、啊。就只靠这个佛号，把这个平常把这个见思惑能够扶得住，不让它起现行，凭着这个功夫往生极乐世界。一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，我们也是无量寿，就凭着这个无量寿一生就能成佛，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，就是这个，只是这个。除此这个以外，其他任何法门，你想一生成佛了，那就是妄想，那就要做魔的。下边我们看这个经文啊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今妇人苦说经法。就在这个善男子，他起了这个念头，那么贪求永岁的时候，希望那个马上就得了第一生啊，这是好了，天魔啊后得其变，他的机会来了，非今妇人呐、啊，赶快就派一个他这个魔的途中啊，也就精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么借着这个人口，就是、这个人呢、啊、要他来说经法，这个人。被母附在这个身上，其人见不觉知母着因缘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甚善男子诸不作说法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见不觉知，见是这个究竟啊自始至终他不觉得，他不知道是母附在他身上啊，一念自得无上涅槃，他呢
那么也说，他也说自己得了无上涅槃了，就是真的复古了。那么因此来比丘生善男子住，就来到那个求这个永岁的，求长生不老的，那么这个善男子的地方来辅助说法，就是啊，开讲座了啊，布置这个讲座来说法。那个浩言塔上王幻五支啊，浩言呢，他在讲法的时候，就是他这个最讲究的是什么呢？最讲究的是啊，就是把这个显示这些现象出来，显什么呢？他方在这个不是他讲解的这讲法的这个当地，在远方。那么元方怎么样呢？他就表演给人家看了，就把那些魔的这个表演的事情啊，让那些听众来看一看。王幻无知，就是有的是口里说说，有的是实际表演，不一定了啊。那么远方的时候啊，从这里到远方去，然后又回来，王幻呢，无知识啊，这个没有妨碍，很快就来往了，阔经万里，瞬息再来。那么或者经过万里路那么遥远呢？瞬息之间，瞬是什么呢？瞬就是我们眼睛呢，眨一次眼，眼睛我们眼睛就是一眨一眨的嘛，一眨一眨就让眼睛休息嘛。眼睛眨一下子，这个时间非常短暂的。它就是在这个一瞬之间，或者是一个呼吸之间。他就是再来，这个介于彼方取得其物，那不是空说啊。那么原路在这个原地方，在彼方那个原地方呢，取得原方一个东西回来，这个你信不信呢？这样的。这都是先把这个魔术所表演这个事实让那些听众的看一看。在佛法里边呢，证了四果，得了这个变异，这个生死变异生死，就是这个得了异生身呢。所谓异生身呢，就是纯粹这个思想上面的，心理方面那个，那这个心里一想就到了，打破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呀、所以这个空间也好，时间也好，我们六道里面分段生死的凡夫众生，才有这个时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些障碍呀、得了一生生这些障碍没有了，撤除了。那么到那种境界了，要得了见思活才可以。他这个呢，用那个摸的这个法术，用那个障眼法表演给大家看，那不是真功夫。对于一处在一则中数不之间，练习从动意志息逼，世人即行雷念不到啊。或者呢，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处，
或者一个房屋的一个屋子里面，这个屋子里面呢，在几步之间呢，走几步就到了，数步之间，拎起拎一个人，就拎这个他这个从东边一直西边，走到从东边这个走到西边，就是在屋子里面的，也就是东边这个墙壁上面，这个这一边，走到西边的西壁这一边。结果他们呢，世人急行雷撵不到啊！这个人别人一想，哎，这屋子里几步马上就到啊！哎，你到你走走看，他用快步来跑啊，雷撵不到啊！这么长久时间，几步之间还从东边到西边还走不到呢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回事情呢？因此心性呢，因此这个人啊，他的这心里就是对于这个魔啊，说法的这个对魔的这个魔啊，心里升起信心来了。你什么呢？以佛现前啊，他心里一想，对于这个人呢，他有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呀、啊我自己你看这个几步路都走不到啊，这么长久时间都走不到，那他这个人是一定是是佛现前了。佛现前是突然的事情，来的好像不那么自然，所以加个疑字，疑佛现前。哎，恐怕这是真的是个这个佛出现在眼前了。求长寿的人的原来是求长寿嘛，现在哎，这个佛来了，那可更好了。而且有这些事情表现给他看，那当然对他有信心。虽然有一点这个判断呢，可能是佛现前呢还没完全相信呢，但是实际上已经是相信这个魔佛的身上这个人呢就是佛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魔佛在身上这个人呢，取得这个善男子的人这个信心之后，口中常说啊，这个十方众生皆是无子，我生诸佛，我出世界，我是圆佛。完了，他就更胡说八道了，他可能经常这么说，主要的是告诉那个求长寿的那个善男子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听众。那么他就说啊，十方众生啊，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啊，皆是我子啊。为什么我子呢？十方世界我是最早出生的，后来这些众生都是我养的，等于是我的儿子，表示说他是老前辈啊，他是先生啊，先生的寿命这么长啊，所有的众生，你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没有他的寿命长啊。比如说呢，这个十方众生是无子，这还不算啊，这个我生诸佛，诸佛都是有众生成的嘛，即使众生都是无子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在所有众生之前他就有他就生得那么早，那么诸佛是众生成的，当然他也可以说我生诸佛，一切诸佛都是我的后辈，我生在他们之前。进一步说，我出世界呀、啊，
世间是众生啊的医报啊，啊，除了正报是他儿生以外，在这个医报之前他就有了，你看是五处世间就有了。因此说了，我是缘佛，我是这个最根本的最原始的一个佛，一切佛都在我后来，所以说我是缘佛。本来就是，这就是摩诃说的啊，佛法讲无始的，众生都是无始的，何况佛他讲有始的嘛，他就他是缘佛。那么然后就说了，出世自然不应修德。他这尊佛呢，说自己啊，他这个缘佛啊，是自己自然就有的，不是修，不应修的，哎，不应是不由，不经过修持才得的，他是自然佛，真的是不应修得的。叫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，那个本性不是修得的，但是你要把这个本性开发出来，你必得要修持啊。所谓修持，就把那个见思惑、根本无明一层一层把它修掉啊，修到那些烦恼啊。你烦恼不修的话，你自然得，那就是谋说的吧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修的谋的害处了。这个此名住世自在天魔，这个因为这个魔什么呢，住世自在天魔啊，就是住在这个欲界的第六欲天呢。第六欲界天的话，它不完全是魔，另外有一个住的地方，那就是天魔所住的。那么这个天魔就是那种魔，他呢，时期眷属如折纹茶，折纹茶有个本来叫一个图，在这里用茶子是一样的。那么已经四天王毗舍童子，那么未发心者力气虚名实地精气，那么就是这些天魔啊，实际他的眷属，就像这个遮闻茶这一类的，那么或者是这个四天王的那个毗舍童子，四天王毗舍童子有发现的，有没发现的，有发现的人呢，他来护持佛法的，未发现的呀，他就来破坏修行人。所以这里讲未发现者力气虚名啊，虚名就是指的这个善男子修的这个定功的时候，他这个看上了他有虚名的这种境界，以这个为利，取利于他，所以这个来呀干扰他。这个遮闻茶呢是一个嫉妒心最重的人，她是一个女子，四天王属于四天王的这个毗舍童子啊，他是这个吃精气的，吃人的精气的，所以他力气虚名来势比精气啊，他一来到这个求善男子求长寿这个善男子这个地方呢，他就来吃他的精气，这善男子已经破了这个寿因呢，就得到这个虚名的这种好的这个这个境界呀，是他来吃他精气。或者不应是其修行人呢亲自关键了，不应是就不依赖啊，不要这个凭借这个这个是就不要扶着人的身体，原来那个人是被魔扶在身上吗？
那么他不因其事，不因事的话，就是直接的修行人呢、啊，这个有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亲自就看见了个魔，啊，他这个魔不要附在人的身体了，那么亲自观见，亲自看见什么呢？成智金刚啊，这个魔啊，这个他自己对那个修行人说啊，他是智金刚身。我就能够给你偿命，如如偿命呢、啊？你要求偿命吗？我这个我是金刚的，我呢可以给你偿命。或者呢，现美女身，甚心贪欲，或者他这个现出一个很美的女子身，那么这就跟那个修行人呢、啊、求偿命的那个人呢、啊，甚心贪欲，也就是。犯叫那个修行人犯了阴戒了，可是未逾年岁，肝脑枯竭了，不到一年呢，这个修行人呢，他的肝脏、这个脑筋呢，就枯竭了。那个贪求长命的人，被这个魔现出美女身，跟他这个心内贪欲啊，肝脑枯竭之后啊。他或者是常常啊口见独言呢、啊、口见独言就是一个人在说话，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这一个人独言，独自在言语，那听起来就像这个妖媚似的，妖精的是媚，这个那些人在说那种在说话。这个前人未详，这个在他面前的这个那包括那些听众啊，都不了解呀、啊，不了解究竟什么这些事情呢、啊？是魔附在身上的这个人，也就是魔单独出现的。那么这些事情，那些前面表演那些人都不了解，因此都向往南呢、啊。大多数人像我呢，万物什么呢，你这些谣言，那国家就拿来就是你谣言惑众，像我呢了，未及欲行先于哭死啊。可是你这个直接看到那个魔，有魔现出美女身，心那个贪欲肝脑枯竭的时候啊，还没有等到国家来这个犯罪的时候，自己先已经干死了，身体那个这些所有的这个都是那些精气神呐、啊，都被那个魔吸干了，他就早就死了。这个其中有两种人，一种呢就是被魔附在身体上，那个听他那些谣言那些话。一种就是单独见了那个魔，这两种人单独见魔的话，身心贪欲的话，没有到国家犯罪的话，他先早就死了，这两种人。扰乱敌人以致除雨除云呢、啊？啊，扰乱这些魔啊，用这些方法或者附在身上，或者直接让这些这个人看到，扰乱那个求长命的人，以至于到这个生命完没有为止，除啊除瘾呢，除瘾死啊，直到死亡为止啊。最后佛就告诉阿难以及在会的大众，就说如当先觉不入轮回啊，你们应当把这个魔的这一套啊记住，要了解都是魔的这个法术，记住之后你遇到这些情况，你就先去觉悟，就觉察到了，然后啊不会被他干扰，你就不入轮回。迷惑不知呢，相反的说，你被他迷惑而不能知觉的话，
就跟他学，然后啊就读无价语。今天这个社会教育、学校教育，没有一天不这个叫人家身心参与。你看看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学普通法门呢，哪一天都被魔来干扰。做觉悟，想办法就赶快念佛。在这个时间，你想成就没有那回事情啊？当时怎么能够成就啊？就讲到这里为止。